绝对要调查清楚，要依法来侦办，绝不能有纵放的情形。是早上才知道，所以我立即邀请那个署长啊，就相关的整个情况进行调查哦。阳性的这个警官哦，因为他喝酒喝到凌晨两点回到派出所，那产生了这么一个纠纷哦。那我们会把他调查清楚哦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这个几年的闯祸，那违规的部分、违纪的部分，警察局已经有记过跟调职的一个处分。至于所谓的黑衣人，这些民众闯入到派出所，是否有妨害公务或是公署的部分，啊，绝对要调查清楚，要依法来侦办，绝不能有纵放的情形。所以我会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重新调查这个案子，绝对不能纵放这些是否有妨碍公务的这些行为。想怕？想怕你挖一楼。调阅周遭监视器，厘清案情，传唤相关人等依法侦办，并有关交通违规部分将依法告发。